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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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佛友啊，大家晚上好。在我还没有分享这个佛法之前呢，麻烦大家动一动你们可爱的小手，分享到你们的个人的面子书主页，可以让你们的亲戚朋友呢，也有这个机缘呢，得闻到正法，也可分享到其他的大小群组里面，可以让更多的人呢，有机会呢，听闻到这个佛法。按分享呢，是不需要钱的。它只是一个善事，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机缘可以把这个善法呢分享给大众。如果大众呢在这个社会呢有机缘得闻到正法，那么呢我们的社会呢就会国泰平安，世界上就没有坏人。分享不是要付一分钱的，只是动一动你们的可爱的小手。啊，好了，来。啊，今天我们还没有开始分享这个佛法之前呢，那我们一起来礼敬三宝，受持三皈五戒，和向三宝祈求宽恕。过后呢，我们来诵念三宝功德水念经，和泰国十方三宝护卫经。现在呢，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呢，我们一起来礼敬三宝。阿拉汉萨玛萨婆多巴嘎瓦布当巴嘎万当阿毗瓦帝咪，我今起手礼敬佛世尊，远离尘垢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至善最尊贵的圣者，礼敬一拜。娑嘎多巴嘎瓦达达摩。达玛那玛萨阿弥，法为世尊所善说，我今起手礼达摩，礼敬一拜。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库，桑堪那玛咪，
生劫为善行已到的是尊之声闻深重，我今起手礼生劫，礼敬一拜。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礼敬他佛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不当萨勒那个伽弥归佛，达曼萨勒那个伽弥归法，三藏萨勒那个伽弥归身，罗帝仰毗不当萨勒那个伽弥再归佛，罗帝仰毗达曼萨勒那个伽弥再归法。罗帝仰毗三藏萨勒那个伽弥再归身，大帝仰毗不当萨勒那个伽弥归佛境，大帝仰毗达曼萨勒那个伽弥归法境，大帝仰毗三藏萨勒那个伽弥归身境。巴那帝巴达维拉曼尼悉迦巴旦萨玛迪亚咪，我愿受持菩萨僧戒。阿帝那达那维拉曼尼悉迦巴旦萨玛迪亚咪，我愿受持不偷盗戒。伽弥苏弥匝匝那维拉曼尼悉迦巴旦萨玛迪亚咪。我愿受持不邪淫戒，摩萨瓦达维拉曼尼悉迦巴旦萨玛迪亚咪。我愿受持不妄语、二口、两舌和其余戒。苏拉米拉迦玛迦巴玛达他那维拉曼尼悉迦巴旦萨玛迪亚咪。我愿受持不饮酒和吸毒戒。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迪亚咪，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迪亚咪，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迪亚咪。我愿受持这些五戒。悉地那苏伽帝仰帝，悉地那婆伽桑巴达。悉地那利布丁央帝，达斯玛悉拉弥舍他耶。因戒得生善戒，因戒得获财富，因戒得大涅槃，故应持净戒。萨埵萨埵萨埵。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向三宝祈求宽恕。伽耶那瓦扎耶吉帝那。巴玛迪那玛雅嘎当，阿扎央嘎玛咪班迪，摩利班雅达他嘎达。对佛，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已之所生，一切我今佛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长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吉帝那，巴玛迪那玛雅嘎当，阿扎央伽玛咪达玛，三利迪迦哈迦利迦。对于法，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已之所生，一切我今法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长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吉帝那，巴玛迪那玛雅嘎当，阿扎央伽玛咪桑伽，苏巴迪巴那哈诺达拉。对生前，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已之所生，一切我今生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长消除。礼敬一拜。
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诵念三宝功德水念经和泰国十方三宝护卫经。一地比索巴嘎瓦阿拉汉三玛三布多比扎扎拉那三拜诺苏嘎多罗嘎比多汉诺达罗布里萨达玛萨拉蒂萨塔蒂瓦曼诺萨南布多巴嘎瓦蒂。如来是一位尊贵的圣者，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明行记住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听人师，佛世尊。不当以为当亚万里巴南沙的南个恰弥，我誓愿生生世世归佛，直到体证涅槃。那提弥沙的南含扬，不得弥沙的南瓦当。一地那沙迦瓦吉那诃多弥迦耶曼伽兰，以我并无其他归处，佛陀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已，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娑卡多巴嘎瓦达达摩三地地哥阿伽利哥耶依巴西哥。哦巴那依哥巴扎达维迪达布云尤希迪，世尊所善说的法，现前可见，无过失的，请来自看。他引导向内观，为每个知者皆能证知的。达曼依维达亚瓦迪巴南沙达南格扎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法，直到体证涅槃。那提弥沙拉南含扬，达摩弥沙拉南瓦当，耶提那沙迦瓦吉那，诃多弥迦耶曼伽兰，以我并无其他归处，法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语，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僧瓦嘎三库，呼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僧瓦嘎三库，呀呀巴迪巴诺巴嘎瓦多僧瓦嘎三库，萨米吉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三可亚迪达扎达里菩提萨尤嘎尼哈塔菩提萨布嘎拉耶萨巴嘎瓦多萨瓦嘎三可阿呼内哟巴呼内哟达吉内哟安加里嘎拉尼哟哈诺达朗不念给当罗嘎萨帝，世尊的声闻声众是善行已道，真正行道，真理行道，以即正当行道的，即十方八辈的世尊之声闻声众，是可供养者，可供奉者，可施予者，可贺长者，为世间无上的福田。三堪以为当亚瓦底巴难。萨达南格查弥，我誓愿生生世世归生，直到体证涅槃。那提弥萨达南含扬，三可弥萨达南瓦当，耶提那沙迦瓦吉那，诃多弥迦耶曼伽兰，以我并无其他归处，僧伽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语，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布拉巴拉萨弥，布拉布达古南，布拉巴拉萨弥，布拉达弥当，布拉巴拉萨弥，布拉桑卡南，卢卡卢卡巴亚，维万扎耶，萨巴多，萨巴索。萨巴格萨巴佩萨巴格萨尼张来维万沙耶萨巴达南萨巴拉潘帕万杜米
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ทานังสัพพลาภังภวันตุเมราคันตุสุราคันโตทาสิ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บดากุณังทาสิ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ดามิตังทาสิ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สังฆานังดูคารุคาปยา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โรสัพพภัยสัพพโครสานิจังไร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ทานังสัพพลาภังภวันตุมิราคันตุสุราคันตุโหดาติ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บดากุณังโหดาติ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ดามิตังโหดาติ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สังฆานังดุขารุขปยา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โรสัพพภัยสัพพโครสานิจังไร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ทานังสัพพลาภังภวันตุเมราคันตุสุราคันตุปาจิ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บดากุณังปาจิ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ดามิตังปาจิ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สังฆานังดุขารุขปยัง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โรสัพพภัยสัพพโครสานิจังไร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ทานังสัพพลาภังภวันตุมิราคันตุสุราคันตุปายา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บดากุณังปายา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ดามิตังปายา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สังฆานังดุขารุขปายา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โรสัพพภัยสัพพโรสานิจังไร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ทานังสัพพลาภังภวันตุมิราคันตุสุราคันตุอุด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บดากุณังอุด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ดามิตังโอด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สังฆานังดุขารุขปยา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โรสัพพภัยสัพพโครสานิจังไร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ทานังสัพพลาภังภวันตุมิราคันตุสุราคันตุอิสั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บดากุณังอิสั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ดามิตังอิสัง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สังฆานังดุขารุขปยา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โรสัพพภัยสัพพโครสานิจังไรวิวันใจยิสัพพทานังสัพพลาภังภวันตุมิราคันตุสุราคันตุปาฏิวิราสามิพระบดากุณัง
Pada-vira-sa-mim-pra-da-me-tang Pada-vira-sa-mim-pra-sang-kha-tang Luka-luka-pa-yang Vi-van-ca-yi Sapa-tu-sapa-so Sapa-gru-sapa-pai Sapa-gru-sa-ni-chang-lai Vi-van-ca-yi Sapa-ta-nam Sapa-la-pang Pavantu me Rakantu Surakantu Akarasamim Prabhadagunang Akarasamim Pradametang Akarasamim Prasangkanang Dukarukapayang Vivanjaye Sabadu Sabaso Sabaru Sabapai Sapa-gru-sa-ni-chang-rai Vi-van-cha-yi Sapa-ta-nang Sapa-la-pang Pa-van-tu-mi Ra-kan-tu Su-ra-kan-tu 祈愿十方三宝之圣光保佑我完全脱离一切痛苦忧悲苦恼疾病厄运危难 以及冤亲债主，也保佑我获得一切财富及成就。萨埵萨埵萨埵，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嗯，好了。在此呢，我再次跟大家说声，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呢，门弟突然间想到要开播，就是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到说，这个。 明天是我们的佛教的这个未赛节日哦。当我想到这个未赛节日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佛陀的圣地，因为之前我一直有带团去印度朝圣的，所以那个影子哦，那个圣地的影子呢，浮在我的脑海里。那么呢，我就想起了我在团去朝圣的时候哦，那么在巴士上呢，我都是有跟他们讲解，关于那些圣地的点点滴滴。大家晚上好哦，也跟也感恩大家今晚来看我的直播哦。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有一部经，就是说从努比尼。 从努比尼进印度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朝圣的时候，我们是先去尼泊尔嘛，我们先去甘曼卢，然后我们再下努比尼。所以在那段时间哦，我突然间想到说，我去努比尼的时候呢，我曾经讲过一部经，就是关于佛陀的出生，点点滴滴。而且呢，这个佛陀的出生哦。 很多人都没有很详细的了解的，所以突然间让我想到说，我在这个在今晚哦，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在《巴利经典》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出生哦，所以趁机会给大家了解说，真正的佛陀的出生是怎样的，OK？ 所以呢，明天是我们佛教。 的最大的日子，明天的日子虽然说我们叫做佛陀，这个未赛节，其实它是叫做佛陀日，the Buddha's day，the Buddha day，因为呢，明天是庆祝佛陀的这个出生，悉达多太子成道，就是成为由凡夫转去佛陀了，转成圣者，成为正等正觉者，然后呢，到最后呢，他入灭了，入灭呢。
在这边我只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一个圣者成为四果罗汉的，包括那些辟支佛或者是三藐三菩提，这些圣者呢，他们离开这个世间以后，就是说死亡死了以后啦，他们已经没有来生了。所以在我们的南传佛教的说法里面呢，就是说他们进入大波涅槃，大波涅槃就是巴利里巴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还没有修到那个境界，最少要到四果罗汉的境界。我曾经跟大家讲了，罗汉，佛陀本身、三藐三菩提、辟支佛跟罗汉他们所体证的那个境界就是四果罗汉境界。所以四果罗汉的境界呢，在我们南传佛教的教法里面呢，是最高的境界了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体证了那个境界呢，他就是解脱生死轮回了。所以呢，这一生呢，他的寿命哦，到了终点以后呢，他就是不会再出生了的，所以他进入这个无以涅槃，无以涅槃就是说他已经不会再面对生死了，OK，所以呢，明天就是很奇怪的事发生，在我们这个佛教教主的身上。如果要讲到佛陀的这个生平哦。佛陀的生平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是有点神话，有很多东西哦，以我们普通的凡夫的那种智慧知识来说呢，很难理解到世间上还有很多东西，很奇怪的东西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对佛对三宝，没有信心的话哦，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佛陀的生平的时候哦，我们会感觉到哦，好像很神话的嘛。尤其是讲到佛陀的生平，真的很神话。但是我去研究，我去啊、研究了一下其他的宗教的他们的这个教主哦，他们的创始人，基督教的创始人，或者是回教的创始人还是什么宗教的创始人呐？如果讲到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哦，他们的教主、他们的生平，你去看哦，也是很多感觉上好像很神话，对吗？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出生哦，是不是凭我想象出来的？我是依照我们佛教的经典里面呢所记载下来的、所描述的，才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大只是提供给大家，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罢了，OK。所以呢，你们只是说当做一个参考，OK。今天就是我们佛教的，我们南传佛教哦，有三个大的庆典的嘛，有三个大的日子那在我们的南传佛教里面呢。第一个就是明天咯，卫塞节咯，我们称为佛陀日，而且这个佛陀日哦，都是在庆祝我们的这个佛陀的出生成道，就是成为佛陀的日子，然后呢，入灭的日子啦，OK。所以呢，就很凑巧的，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经典里面，我们也是有记载说，佛陀呢本身他出生也是在这个五月月圆日，在这个巴利文叫做 Vesakha 这那个月份，那个是属于印度的月份呐，OK。但是在我们的农历来说呢，就是4月15嘛，4月15，OK。就是说，在每一年的这个4月 Vesakha 这个月份哦，月圆日哦，佛陀出生也是在那 Vesakha 月的月圆日。那么佛陀成为悉达多成为正等正觉者，由凡夫转成圣者那一天，他也是在维萨卡月圆日哦，这个卫塞节月圆日，当然年份肯定是不一样的，OK，年份不一样的。那么呢，佛陀最后活到了80岁，他入灭了，他离开这个世间了。那时候呢，也是在卫塞节月圆日。所以就是三个出生，成佛
跟路面，就是这么的凑巧，在这个威塞节月圆日，而且呢，也是这么的凑巧，佛陀出生、成道和入灭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圣者释迦罗汉呢死了以后，我们叫做入灭，OK，入灭。那么我们普通人呐、普通凡夫啊，还没有觉悟的啊，或者是出国、二国、三国啊这些圣者呢，我们不能说他死后入灭，因为他们还有来生，所以不能说入灭。如果是说以别传的说法，就是说往生咯，我们只能说往生，我们还没有达到释迦罗汉的境界，我们说往生。OK，我们还死了，我们还有下一生嘛，所以叫做往生。OK，那么当然普通人说就是死后啦，死后就投生啦，再下一世这样啊。OK，所以每一个宗教有不同的说法啦。不管怎么样，我说的入灭就是说圣者死后他进入大般涅槃，他进入无生无死的境界。所以呢，佛陀呢在入灭的时候也是在月圆日，但是呢他都不是在凡间，或者是在宫里，或者是在佛寺，他出生是在花园，在花园，他成道的时候也是在树下，就是在自然界里面，在菩提树下。那么呢，佛陀入灭的时候也是在娑罗树下，在两棵娑罗树下中间，也是在自然界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我们要认识的佛陀咯。它有两个特别的，我们注意的叫出生，成道，涅槃，入涅槃的时候呢，它是同一个威塞月圆日。那么他也是在自然界那边出生、成道跟入灭，这个就是说我要只是提醒大家，给你们知道佛陀他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咯，OK。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佛教，我们南传佛教啊，北传的佛教应该是没有啦，跟我们南传佛教不一样的，OK。所以明天是第一个大日子，是佛陀日，我们称为 Buddha Day 啦。那么呢，第二个大日子呢是叫做佛法日，Dhamma Day Dhamma Day Dhamma Day 呢，就是在我们农历6月15。我们农历6月15，因为佛陀在4月15觉悟了以后，他成为正等正觉了以后，那么呢，他就在菩提伽耶那边49天嘛，这个故事要讲就很长，我就不讲，OK，所以呢，49天，7个星期在菩提伽耶过后呢，他就开始要将他所觉悟的法呢，要弘扬给世间的人。所以那时候呢，他就离开了菩提伽耶，所以他就去到这个去到那个鹿野苑。鹿野苑呢，那时候呢已经是差不多是6月6月农历6月15了，就是也是月圆日了。OK，所以那时候开始在转法轮了，他开始在转法轮了。所以他是先对五比丘，就是说不是五比丘，是对他之前的他这个五个同修，跟他一起修苦行的他的同修啦。所以佛陀呢开始就跟他们讲，所以佛陀开始讲的第一部经叫做《达玛扎嘎巴瓦塔那苏达》，初转法轮经。所以佛陀一开始在转这个法轮的时候呢，给这个五比丘呢，那时候那一天呢叫做佛法日咯，佛法日达玛地，OK。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也是我们南传僧团，必须要遵守这个以安居日的日期，就是说我们南传的出家人呢，必须要遵守这个以安居日，就我巴利文叫做瓦萨啦。如果你们有参加南传佛教的，你们就知道以安居日是什么，OK。所以这个也是佛陀制下的一个条规。让我们出家人呢，在这个三个月里面呢，必须要遵守，我们叫做以安居日。而且呢，这个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跟印度的气候跟天气有关系。因为呢，在印度呢，
他们本身哦，印度本身呢只有夏天、雨天跟冬天罢了，所以三个季节罢了。OK，他没有春夏秋冬。OK，所以呢因为当时这个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农历6月15了，那时候呢刚好印度遇到印度的气候是雨季，英文叫做 monsoon 呐，monsoon 就是雨季的时候，所以呢因为雨季。以前呢，以前呢，时常下雨啊。印度它的气候是这样的：如果夏天的时候非常的热，热到连一滴雨都没有的，一滴雨都没有的。OK，那么呢，雨季的时候呢，就差不多都每天下雨的。然后呢，冬天来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下雨的，很冷的。因为我住过印度，我知道嘛。所以在整10多年前的时候，我去印度住的时候，刚好呢，他们的季节还很好的，冬天、夏天跟雨季，所以那时候我住的时候呢，雨季也是差不多每天下雨的啦，有时整个星期都是下雨的。但是最近呢，印度的气候也是变化了，所以雨季的时候呢，没有什么下雨了。所以印度呢，你们不了解哦。印度的人真的是他们的命哦，真的是很苦的嘞。他们哦，夏天跟冬天的时候没有下雨的，那么很辛苦的嘞。所以我住的时候我知道嘛，所以每天哦，他们的那个水喉提供的水，政府提供的水哦，它有限的，早上2小时，傍晚2小时，夏天的时候早上1小时，傍晚1小时了。所以我们要快点买很多桶来装水的，不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太好命了，随时要有都有。印度人真的很苦啊，你们没有住过，所以很可怜的印度的人。所以近来我听说那个雨季他们没有什么下雨，所以他们更惨了。整年雨季的时候没有下雨哦，他们就很惨了的，因为夏天跟冬天没有下雨哦，完全没有下雨的，所以这是他们的命啊，在印度他们的命就是这样哦。所以我们真的是。在马来西亚，我回来马来西亚了以后，我是住在天堂了，真的是很怕。现在想要去印度去住，因为怕。所以那个是我暂时就不谈这些东西，OK？很多东西要谈的，OK？那么呢，到最后呢，就是最后一个大节日就是僧伽日咯，就僧团日期咯，就是我们遵守了3个月的这个以安吉日以后呢，就是到9月，我们的华人的1月份呐，就是农历9月15，农历9月15啦。那时候呢，就是说我们3个月雨安居结束了嘛，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庆祝，庆祝我们出家人在3个月遵守了这个雨安居日，所以就帮这个贡袈裟庆典咯，所以我们叫做嘎迪那啦，有一种袈裟叫做嘎迪那啦，嘎迪那袈裟，OK，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雨安居结束了以后，我们就主办一个供神大法会，邀请很多出家人给信徒来做这个供养，那个叫做僧团日。所以在我们的南传里面呢，教法里面呢有三种大日子哈，可以。所以这个三种大日子呢，如果要讲哇，很长哦，它故事很多，讲不完。所以今天我就趁这个机会，要跟大家讲，关于这个佛陀的出生，OK。今天我也是看很多直播哦，很多直播，明天也是很多直播，大家都是讲的，哎呀，好啦，要修行啊，要行善啊，要怎样怎样啊，OK，所以今天我就选的特别的主题跟大家分享，就是佛陀的出生这个主题就没有什么人讲的，而且呢，我自从我入了这个佛门以后我自己也是在 YouTube 找啦，我发现到没有人讲这个关于佛陀的出生的。点点滴滴哦，OK，尤其是我想应该是很多人都不说很清楚吧。如果我们没有去研究这个巴利藏的话，我们应该不清楚佛陀的出生是怎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主题，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而且这个突然间我想起我带团去朝圣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所以那些有跟我朝圣的那些佛友有听过我讲这部经在巴士上啦。大致上，我想应该也是忘记了。OK，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佛陀要出现在这个世间是很难的哦。所以在巴利文里面呢，这个《法华经》啊，194世纪里面呢有讲到嘛，
，sukho buddhanam upado， sukho buddhanam upado， 啊 ，sukho 呢就是快乐、喜悦、喜悦的意思 ，buddhanam buddhanam 就是佛陀，佛陀就是世尊啊，哦，所有的佛 ，upado upado 就是畜生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哦，就是令人喜悦咯。哦，我不知道你们呐、啊，我本身就是因为有认识到佛法，就是因为佛陀有出现在这个世间，所以我今天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佛法，所以让我的内心哦，就差不多就是说比较喜悦啦。我们的烦恼不会像一般人这样咯，我们不会活在很苦恼的那个生活里面咯。大致上我们的心呢都是保持很喜悦啊，很平静啊，啊，这个就是因为法。哦，我们被法熏陶了，所以就是因为佛陀的出现，他给我们世间上很多人哦接触了，所以很多人都得到喜悦嘛。所以佛陀在这个安古达拉尼盖亚里面有说到嘛，佛陀出现在世间呢，就是可以让天人得到很多利益。OK， 所以很多天人呢都会得到利益，因为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那么呢，佛陀离开这个世间，佛陀出生跟佛陀成道 ，OK， 我现在讲佛陀出生跟佛陀成道，啊，悉达多太子成为正等正觉者，这个人哦，他就是出生了，然后他就成道哦，给世间不止世间的人类得到很多快乐、很多利益哦，甚至呢，天人也是得到很多利益，哦，所以在佛陀时代哦，也是有很多那些天人的嘛，他们都会下来的嘛，所以我们今天不了解佛法哦，有些天人哦，他们呢、啊，都会下来人间的，那么来接近佛陀，来向佛陀问一些他的这个不懂的东西，关于这个生命在这个轮回，所以佛陀度了很多天人的，那么。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没有了解佛法哦，我们一直会认为哦，听人哦，哇，是这样啊，很了不起的，你知道吗？我们以为听人哦，什么都 OK 的，都懂的，那么其实，当我了解了佛法以后，我看到很多听人都不懂的，很多听人什么都不懂的呀，还要下来人间请问佛陀嘞，很多很多经典哦。像我们南传的最出名的一部经叫做《吉祥经》哦，你看那连天人哦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吉祥，什么叫做吉祥，天人都不知道的。所以呢，这部经呢，就是因为天人下来人间请示佛陀，什么叫做真吉祥，啊，那个时候呢，佛陀呢才跟天人讲什么叫做真吉祥。所以如果你要了解真吉祥，什么叫做真吉祥，你去看那部经叫做《吉祥经》（Mangala Sutra）。啊，你看啦、啊，这么简，从这部《吉祥经》里面的教法里面哦，你会看到哦，我们的人生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一行为罢了，就是说我们生活上的应该要做的东西是什么罢了。所以我讲嘛，佛法在世间嘛，不离世间劫嘛。原来我发现到的佛法哦，佛陀讲的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东西罢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劫，不能离开这个世间，你去哪里去找佛法，没有的，佛法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你从那部《吉祥经》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楚，今天我不讲《吉祥经》OK。 所以呢，就是因为佛陀出现在世间、哦、让大家了解很多很多人生道理、哦、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哦、所以呢，我们就会活得比较自在，活得比较快乐。我不知道你们啊，如果你们真的是一直以来啊，有听闻佛法啊，有研究佛法，我相信你们的心里面哦，都会活得比较自在啊，然后比较喜悦啊，你们的苦恼呢，不会比一般的人多咯，这是我相信啦。我相信你们如果真的有，我现在有百多人啦、啊，我相信最少100人啦、啊，都有这种的感觉啦。OK， 但是呢，因为佛陀出现了哦，他在世间给人家很多得到很多好处。那么佛陀入灭的时候，他80岁，他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也是很多人最痛苦的时候，也是很多人最悲伤的时候。所以呢，我带团哦，我带团去，
我带团去这个朝圣的时候啊，我们一定有去拜访佛陀的这个入灭的这个入灭的那个地方叫做库西纳嘎哦，所以那边的磁场哦，那边磁场哦，是你去到那边，你感觉有一种很悲伤的那种磁场的，很奇怪的一个感受。我去兰毗尼园，我去鹿野苑，我去菩提迦耶的时候呢，我跟你分享啊，我朝圣的那种心得，那种感受哦。我去兰毗尼园，我去鹿野苑，我去菩提迦耶，就佛陀成道的地方、出生的地方、出转法轮的地方啊。我去的时候哦，我的感受是非常的宁静啊，非常的那种喜悦的，那种的感受给你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喜悦的。你不会说，哎呀，很苦啊，来到印度啊，很苦，怎样啊，埋怨没有的。很奇怪的那种感受，如果你们有去朝圣的，你们应该有那种的感受啦。我每次去我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呢，去到这个库西那嘎佛陀入灭的那个圣地的时候那时候呢那种感受呢就不一样了。所以甚至呢，我的有一些佛友哦，他可能是比较那种情感比较重的哦，他当场就在那边哭了，当场就在那边流眼泪了。感觉那个磁场就好像很悲伤了，这么伟大的人，哦，这么慈悲的人，哦，他也会要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会感觉很可惜，很可惜，这样的人离开这个世间真的很可惜。就是因为佛陀入灭了以后呢，所以开始呢，世间上的人哦，这个对这个法的了解，然后修行方面。慢慢的退了了，慢慢的退了，所以现在呢，现在我们的正法哦，已经是退潮的时候了，因为他已经上到最顶点了嘛。佛陀在世的时候上到最顶点，就是到他80岁的时候，那个已经到不了的。佛陀要度的众生哦，应该很有智慧、很有跟佛陀有缘的众生，已经被他度到最高点了的。所以佛陀一入灭了，尤其是佛陀的弟子哦。他的所有的很多大弟子也跟着入灭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呢，佛陀到达他入灭的时候哦，最顶点了的，正法是已经最顶点，所以那时候最很多圣者。那佛陀一入灭了以后哦，这个正法呢就退潮了，退潮了，退了了，退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程度了，我不知道了。所以现在呢，现在的人哦，很少要闻到佛法了，闻到正法，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现在这个时候呢，正法也没有什么人去弘扬了，哦，也没有人什么人去研究了，所以呢，慢慢慢慢就会退潮了咯。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是无常的嘛，哦，连正法也是无常的嘛，佛陀都是无常的嘛，更何况是他的教法，他的教法不是说消逝，我们不讲消逝。我们不讲消逝，你知道吗？比如说，不是佛陀所宣示的这个法，不是说不见了，你知道吗？不是不，他法是在那边的。佛法有在，佛陀有没有在哦？有没有出现在世间哦？他所宣示的这些法哦，其实他已经在世间了。但是因为我们本身哦，很多人哦，我们没有去走这条道路，去领悟这些法，所以我们大致上我们的人类哦。终生在这个六道轮回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追求目标不一样，所以我们追求的是那个财色名食睡吃喝嫖赌，OK，所以因为我们去追求世间的这个目标，所以让我们呢心里面呢没有看到另外一面的这个这个法咯，所以你去看你现在看到很多人，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讲你的家里人就好了。你的家里人呢就好了，OK。他们如果没有去研究佛法啦，没有去听闻佛法啦，你问他们四圣谛是什么？三法印、无常、苦、无我是什么？八正道是什么？十因缘法是什么？三十七道品是什么？六道轮回是什么？不懂的，不懂的。所以这个正法哦，佛陀的法呢，对这种的众生来说呢，已经隐没了，已经隐没了，没有末法的，
末法不是南传佛教说法的，那是北传的。现在我懂，现在我懂佛法，我懂三十七道品，我懂八正道，我懂四圣谛，我懂十二因法，我还懂得修。对我来说，没有末法，没有末法，正法对我来说还有。所以呢，这个正法呢，是对每一个人来讲，是对每一个人来讲。今天我们不了解，不了解，那么呢，正法呢就已经，它不是消逝，它已经隐没了，它已经不在我们的生命中了。所以呢，佛法呢，慢慢慢慢，就是说会慢慢的，没有人去了解了。所以呢，到时候呢，到最后呢，就没有什么人了解什么叫四圣谛、十二因缘等等等等啊，三十七道品啊。我以前我就是没有学佛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正法已经对我来说已经隐没了的，已经不在我的这个世界在我的心里了嘛。还好我还有机缘我去接触，那么正法又开始重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法没有不见，法是没有不见，看我们有没有善知识在引导我们罢了。尤其是在这个期间这个时代我们是需要人家善知识在引导。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我们大家不要去管了，就不要去在乎了，反正哎呀，你去讲法，人家也不会不大要听的啦。你去研究，没贪家我去读佛学，我花了这么多年，我拿了那个文凭，不能找吃的，在世间找不到吃的。我拿我的那个佛学文凭我去什么工厂去什么什么公司没一人买，一人买，没贪家。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没贪家的物件嘛，所以人就买去，他们就不要去读咯，所以不要去读就惨了咯，就惨了咯。所以呢，佛法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去发心啦，去研究，然后去把它弘扬出来。所以佛陀在这个《法界经》里面第二句讲到什么呢？苏堪萨达曼迪萨难，苏堪就是快乐，萨达曼就是正法啦，正法，迪萨那，迪萨那就是弘扬。所以呢，佛法会弘扬出来给人家，那么呢，就人家听了就会喜悦咯。所以我今天开了第40个播，我相信有很多也是被我的法影响到，所以他们呢也大家知道是什么 OK。 所以呢，因为有听到我的法，可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啦，我不知道帮助到多少啦 OK。 所以今天就是因为这样趁这个时候我就借用这个时间，然后来跟大家讲解佛陀的出生。我相信呢，这个今晚这个主题我应该没有办法讲完，我很长期的大家都知道的，我很长期的，我有时我讲一个观念，我要讲很久的，讲到大家有时不知道会不会烦，我不知道啊 OK。 所以今天我就把这部经搬出来给大家来了解说佛陀出生的时候是怎样的 OK。 还有佛陀成道的时候是怎样佛陀入灭的时候是怎样哇，那个我就慢慢慢慢我看时间慢慢搬出来，我要整理资料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的 OK。 今天我只是把它搬出来 OK。 我现在给你们看我的讲义看着我讲义，可能你们那个印象不深刻，然后呢我就给你们大家看这个讲义 OK。 我希望我的这个画面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画面看不清楚呢，你们大家给我知道一下 OK。 可以给我知道一下画面太近还是太远OK。 我看一下OK， 我的手机看是 OK 了。所以今天我在这部经叫做《查阿含》里面呢，第14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大本经》。大本经，《查阿含》这部经叫做《尼迦尼盖亚》啦，巴利文叫做《马哈巴达那苏特拉》。苏特拉就是经啦，马哈巴达那就是大本的意思。OK， 所以这部经呢，非常的长，很长很长，所以我只是抽出里面的一部分罢了，里面的一部分来跟大家分享 OK。 所以佛陀在讲解这个
菩萨哦的出生的时候哦，是在这个舍卫国，舍卫国，OK，舍卫国大家如果有去朝圣的，应该都知道吧，OK，也达完了，在那个舍卫城那边，OK，这个故事也是很长，我暂时不跟你们讲哦，很多东西要讲啊，讲不完了，只是大约给你知道说，佛陀在讲这部经的时候呢，是在这个舍卫国，所以舍卫国哦。只是给孤独言哦，这个地方哦，佛陀讲了很多很多法，连我们现在目前的最出名的《吉祥经》也是在这个地方讲的，OK，也是在这个舍卫城只是给孤独言，所以呢佛陀当时在这个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哦，那时候呢那些比丘去托钵好了回来了，他们就用完餐了哦，然后呢这些比丘呢就开始就来讨论了，他们就讨论这个佛陀的这个宿命通。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什么叫做宿命通吗？天眼通哦，因为佛陀有六种神通嘛，OK。最基本的神通啊，天眼通跟宿命通、天耳通三种神通呢是比较容易了解，OK。所以呢，佛陀呢他是天眼通，天眼通呢就是可以看到地狱啊，看到恶鬼道啊，看到阿修罗道等等等等等啦，什么都可以看到的，OK，而且很远很远的地方他都可以看到的，OK，所以这个就是天眼通。但宿命通就不一样了，宿命通他就是可以知道过去世，他也知道你的过去世，众生的过去世，这个就是宿命通。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佛陀在讲这些过去的东西就是用显现神通来讲的，OK。所以呢，我们今天不了解哦这个神通的东西哦，我们就感觉它很神话的，那么真的，你去看我去看经典的时候啊，看到这些在讲这个神通的时候啊，好像很神话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嘛，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所以呢，我们相信佛陀，我们相信三宝，我们不是接受 OK 神通就是这样可以看到过去式这样。那如果我们对三宝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不是当神话来听哦，当故事来听啊 OK。 所以呢，当时这帮比丘哦，他们用完餐了以后，他们就讨论佛陀的这个神通啊，宿命通。所以呢，他们就谈起哇，这个世尊哦，哇，他的这个宿命通哦，他可以看到过去是怎样怎样怎样的，所以当他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那世尊呢，佛陀呢，他有神通吗？所以跑不了他知道的，他有神通。你不要在后面讲他，你一讲他就知道的。所以佛陀就故意走出来啊，这帮比丘，他就问。比丘们，你们在讨论什么？刚才你们在讨论什么？其实佛陀已经知道了的，只是要肯定一下他们在讨论什么。所以这帮比丘就跟佛陀说啊，我们在讨论世尊的这些神通啊，宿命通啊，知道世尊啊，过去是知道怎样什么。说很长了这部经，所以我就不能再讲前面的那一段。OK， 所以呢，在佛陀知道说他们在讨论他的这个宿命通的时候呢，佛陀就开始跟他讲了。现在我跟你们讲啊，过去佛。啊，那时候呢，佛陀就开始跟他们讲过去佛，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呢，佛陀就跟他那一帮比丘讲，过去佛全部都是六尊佛的过去，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呢是第七尊，哦，在我们经典里面他是第七尊佛陀，之前六尊的佛陀呢，他也知道，因为他有神通嘛，所以他看他利用神通呢，就跟这些比丘讲啊。什么什么佛啊？他在哪里出生？但是他看到的是什么？所有的佛都是刹帝利，都是王子的，都是做王子的。OK， 所以这个就是很特点哦。所有的成佛的哦，那些圣者哦，他们在家的时候还没有成佛的时候都是做王子的，啊，那么呢，过他又讲了他父亲是谁啊？哦，他们活多少年啊？他有多少个弟子？全部他就一五一十的讲出来。讲完了以后呢，他就开始讲了，所有的佛的出生都是一样的 ，OK。所以第一个呢，应该要讲的是什么呢？在这边呢，佛陀是用这个维巴西，他是之前是一尊佛来的 ，OK。所以他就讲，诸比丘以此
毗婆斯菩萨由妥帅天正念正知降下而入母胎，此乃诸佛之禅法。啊，这个就是说，所有的佛呢，在还没有来投身做人的时候，最后一世做人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在这个妥帅天。妥帅天就是笃悉大黑问，笃悉大黑问。所以呢，他们哦，在那个时候哦，他们已经知道时间到了。哦，天人也是提醒说啊，你的时间到了，因为他在妥帅天的时候呢，他的寿命结束了了，要结束了，所以他就舍威了。舍威就是啊，他就用他，因为天人有神通的嘛，哦，天人有神通，他就审查观察这个世间，所以呢，他就观察世间哪一个地方啊，他的父母在，他的父母哪一个比较适合啊？因为之前他在受记的时候哦，那个燃灯佛已经给他肯定了的，你未来呢？你的父母是谁啊，你是在哪里啊，全部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所以呢，那种的佛陀已经给他受记了，佛陀讲的话哦，已经是证实了他那一生刚好在人间哦，在这个我们叫做阎浮提。现在的话就讲到印度， OK， 现在就是讲印度。然后呢，以前在我们经典我们不讲印度的，我们是讲阎浮提，杨布迪巴，杨布迪巴 ，OK。所以呢，在杨布迪巴这个地方呢，这个国土里面呢，有一对夫妇叫做净饭王跟摩耶夫人啊，就是国王了。所以呢，这个菩萨哦，当时佛陀还没有来做人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天人。是妥帅天的一个天人，那时候他的身份呢是菩萨的身份，啊，这是我们南传的说法，啊，如果你不要参到北传的说法 ，OK， 北传的菩萨跟我们南传的菩萨不一样的，你今天听师父讲的是南传的菩萨 ，OK， 所以呢，在我们的南传的说法里面，哦，佛陀最后第二生，他做人是最后一生嘛，最后第二生呢，他是在妥帅天，他是天人来的 ，OK。所以呢，当时他已经知道了啊，在某个地方，某个有一个王宫啊，里面有一个国王跟王后啊，他就知道了那个就是他要去投生的 ，OK。所以呢，他就从这个妥帅天下来的时候呢，但是呢，他是以正知正念降下而入母胎，啊，这个就是我们巴利经典讲的，他是以一个天人的身份。下来人间进入他的母胎。现在呢，我们所了解的是什么呢？一只白象，对吗？一只白象进入母胎，这个不是我们原始佛教的说法，所以我们没有看原始教典呢，我们就是认为说佛陀是以这个畜生的身体而来投身在这个母胎，这个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现在你随便去问一个佛教徒，他们都说百相投入母胎，是吗？你们也是这样认为吗？是吗？所以不可能的，畜生不可能做畜生来投胎的，因为畜生的愚痴嘛，畜生他的愚痴很重的，所以菩萨不可能以这个畜生的身体来投胎的。而且呢，他是在妥帅天，妥帅天在我们南传的说法里面，他是第四层异界天，第四层异界天那个是比较高的哦，那边的天人他们福报很好的，所以呢，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当时这个天人，这个菩萨啊，菩萨的身份，他下来人间是正念正知，他很清楚的，了了分明的，清醒明洁，他很清楚从这个妥帅天下来进入母胎，他不可能懵懵的不清不楚的，我们就会不清不楚的去投生的，对啊，不是。所以那你们看啊，你们就是你看原始教典跟你们现在所认为的是什么，他母亲梦到一只大象，然后大象投入他的胎里面，这个是普通人的说法，我不知道它的起源在哪里，不知道是哪一部经讲，我不知道。当我看到
当我看到这部经的时候，我整个人震撼，我很震撼。哎，这么不一样的，我们所了解的是佛陀母亲，她梦到一只百象，百象投入她的胎里面。但是巴利章没有这样讲哦，我给你们看吗？现在我给你们看的，你可以等一下下播了哦，你自己在那个Google Search，你打《长阿含第十一经大本经》，你自己在。从头到尾，你慢慢看这部经，看我有没有讲错，OK？所以呢，从这部经里面，我真的感到很震撼了。原来我们所了解的都是错误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去研究这个原始教典的话，我们现在有的观念呢，很多都是不对的。所以我讲了咯，我们本身没有研究这个原始教典，我们现在有的是说二手资料、三手资料。二手资料跟三手资料，所以二手资料跟三手资料，如果那个说法者，或者是说我是作者，我写一本书，我写一本佛书，如果我不是圣者，你们大家会认为我的观点会对吗？会很正确吗？如果我不以这个原始教典来做我的根基的话，我不研究的话，我就是凭我的阿嘎阿嘎罢了，我的认知。或者是我来听闻而来的，我去把这个法讲出来，你认为会正确吗？会很正确吗？我相信你们都有玩过一个游戏哦，玩个游戏就画船画的游戏，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有玩过这个游戏。我们找10个人，然后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讲，第二个人再传我的话给第三个。第三个再传给第四个，第四个再传给第五个，从我的那一句话传到第十个的人都不是我的话了咯，已经不是我的话了，所以很危险咯。所以佛正法为什么会隐没，邪法一直会来，就是因为讲者很重要咯。所以呢，我一直以来我说法我很小心的，我真的很小心的。很多人现在讲法都是说会讲诶。不大讲诶，不大讲诶，佛说的，我在网上哦，你的 Facebook 我看到很多哦，他们都是佛说的，佛说的，我看诶，哪里是佛说的？那我去问他，你的你你 OK？你说佛说的话对不对？你的那个出处在哪里？因为我们以前做，我们以我们是我是我是做我是博士生来的嘛，我在研究这个博士做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们不能随便讲话，我们讲的话都是要有出处的，要有 footnote 的。这个就是我学到的。我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学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讲话不是说哇听来了就很多时候佛陀啊很冤枉的，不是他讲的话，他们说佛陀讲的，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这样哦，佛法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研究，真的是不能了。所以我从这一部经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震撼。所以菩萨从妥帅天是从妥帅天下来的，他的最后第二世是一个天人来的，是妥帅天天人来的。而且他下来投入母胎的时候，是以正念正知，正念正知就是很清楚的，mindful and clearly aware。我也是放英文给你们大家看，mindful and clearly aware 就是很清楚的。Into his mother's womb，OK，这个是第一个咯。所以此乃诸佛禅法，诸佛懂吗？他是在讲佛陀讲的，诸佛就是所有的佛都是这样的，知道吗？所以今天是佛陀讲这句话，是他是利用他的宿命通看到他讲的，知道吗？他观察六尊佛嘞，在这部经典哦，他观察用他的神通观察到六尊佛，你知道吗？六尊佛嘞。六尊佛的过去也厉害吗？佛陀的神通厉害吗？没有人敢跟他比了。目犍连都输他了，目犍连是神通第一，但是目犍连的神通都不能跟他比，所以佛陀还是 top 的，还是 top 的，没有人跟他比的。所以我们说他是阿耨多罗，阿耨多罗他是超无上的，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OK，所以这个第一点哦，给大家知道，破除你们的。不正确的见解说，大象说他母亲梦到大象，大象投入他母胎，那个是破了。今天我破了你这个邪见，破了你这错误的见解。OK。那么呢，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比较长一点，OK，慢慢读。有一个佛友跟我说，慢慢读。诸比丘，此诸佛之常法，菩萨由陀塞天降下而入母胎时，包括天界、魔界、梵天界及沙门、波罗门、天人之间，显现圣业诸天威神力之弧线殊妙光明，梵毗等世界之间幽暗黑暗之空间，以其处如是大威神力，如大威神力之日夜观所不能达。然毗处亦显现圣业诸天威神力之弧线殊妙光明，而生其处之众生，毗等以此光明互相识别。然是有其他众生住于此处，而亿万世界亦大整饶大整动也。更有圣业诸天威神力之弧线殊妙光明显已是。此是诸佛之常法。OK，这边有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呢，就是说，当佛陀，不是佛陀，sorry 啊，当菩萨呢，由陀塞天降下入母胎，那一个时候整个宇宙出现那个光，殊妙光明，叫弧线殊妙光明，弧线殊妙光明，所以在佛陀。在这个菩萨投入母胎的时候，在天界、魔界、梵天界、沙门、波罗门、天人之间呢，出现无限殊妙光明。所以他这个光明呢，是怎样呢？可以去到那个幽暗黑暗的空间，就是说有一些地方很黑暗的、很黑暗的，没有日、没有夜可以照进去的。日太阳的光、月亮的光都没有办法照去那个地方的，但是佛陀啊，弥菩萨投入母胎的时候呢，那个光呢可以直接照到那个地方的，所以照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呢，在这边讲到是什么？原来在那些很黑暗的地方、很黑暗的空间里面，还有众生的，还有众生的，你看到吗？而生其处之众生，毗等以此光明互相识别。然是有其他众生住于此处，这边就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些山洞里面那些很黑暗的地方原来有众生住的可想而知很多众生四处都有了，四处都有，所以我们不能随便骂人的，骂众生无影无迹啊。尤其是我们去树林森林，我们不可以乱讲话，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光它可以照到那个地方黑暗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到那边的众生突然间有光了嘛？有光的时候，他们看到有其他众生可他们互相可以看到自己你看到我看到你就是因为菩萨他由陀塞天下降的时候入母胎的时候，那个光就出现了。这个是经典里面听起来好像有点神话，对不对？但是我们是经典里面的东西，我们不是听听讲讲好过没有东西做嘛，对吗？所以这边就很奇怪就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他就讲了嘛，所有天人的他们有那种力量他们可以神通，但是那个光日的光、夜的光照不到的地方，那时候那个光可以照进去的。但是在这边讲它幽暗黑暗的空间呢，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啦，是否可以直接照到地狱呢？因为地狱也是黑暗的地方嘛，对吗？但是在这边经典没有讲所以我们只是也不说清楚到底是说幽暗黑暗的空间是指什么地方。据我所知，说人间的黑暗幽暗的地方，就是一些山洞咯，有一些山洞咯，是黑暗很黑暗的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原来在这么黑暗的地方呢，也是有众生住的，也是有很多众生。所以那些山洞，我们不要说那些鬼神那个黑风洞那个山洞里面很多都是禀赋住的，很多禀赋住的，所以你就知道原来有众生住的。你不信，你去山洞看，有很臭那个禀赋的味道的，原来禀赋也是住里面黑暗的地方的。这个是第二点
所以呢，所有的菩萨哦，他们将要投身造人间的时候哦，最后一生做人的时候，他们投入母胎的时候，那个光就出现了，出现了，包括在这个光呢，照射到天界、到魔界、梵天界，很厉害了咯。天界、魔界、梵天界，那个梵天界已经是初禅的境，那个梵天界哦，在我们南传的说法已经是色界了咯。那个光都照到色界那边去了，照到色界那边，魔界就是那魔鬼的那些黑暗的地方了。魔界，那沙门、波罗门就是我们人间咯。沙门就出家人的地方啊，然后波罗门就是当时社会的印度的人咯，波罗门修行者啦，那些宗教师的地方，包括天人之间咯。所以这个光呢，就是一直照，一下子照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照到，就对了。他的意思是说，OK。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啊，诸佛禅法。但是我们当时我们不在世间，不然的话，我们看到，哎，他们这怎么突然间亮起来的，对吗？如果你要知道啦，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哦，今天我跟你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佛陀投身的时候哦，是怎样怎样的哦，你们可以，还有天人知道。在天上哦，妥帅天还有很多天人知道，还有很多人知道，他们知道这个点点滴滴。佛陀的母亲，佛陀的生母哦，他的生母，就是生他出来的那个母亲啦，他的亲娘，他生他出来了以后，他离开这个世间嘛，离开世间了，他就投身在这个妥帅天，所以这个生母哦，佛陀的生母呢，现在是一个天人。他是妥帅的天人，但是他已经是变成男的天神了啦。所以呢，如果有机会你去妥帅天，你去问他，哈哈，天人还有很多天，第四天也知道，体公啊，我们说到体公，第二层天的那个天王，第四天啊，他也知道。今天这我讲的这部经哦，是否是真的？你要确定的话，你去最好去问他的生母。他母亲最清楚的嘛，对吗？他还没有入灭过，佛陀的生母还没有进入涅槃，他只是出果罢了，他只是出果罗汉境界，他还没有到恶果，所以他还有在世间，他有在轮回，所以他就比较清楚了。有机会让我们发愿去妥帅天去找他母亲，问问看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呢？第三个诸佛常法是什么？那个殊妙光明哦，无限殊妙光明，那个出现在这个宇宙哦，那个是第二个诸佛常法咯，就是佛陀菩萨由妥帅天降下而入母胎的时候出现的那个光。那么第三个诸佛常法是什么呢？而欲望世界一大整扰大整动也。那时候呢，佛陀一从妥帅天进入他母胎的时候，整个亿万世界哦，亿万世界，10,000 full world system, tremble and quake, 大地震，这个大地震。但是呢，我在这边跟大家声明哦，菩萨入母宫的时候啊，进入母亲的子宫的时候啊，他整亿万个世界啊有大地震，但是呢。它这个大地震哦，它不好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的地震，知道吗？这种的地震呢，一震啊，我们的全部建筑物啊都完蛋了的，地也裂了的 ，OK。但是在这边呢，它的这个大地震不会破坏任何的东西的，也不会伤到人的，它就震动，整个地震就震动一下。它的这个大地震哦，跟普通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地震不一样的咯，所以这个你们要清楚哦，要清楚哦。我看我如果有时间，我就慢慢跟你讲。全部有八个地震呢，在我们的佛经里面有这个有八个地震，有一些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咯，有一些不是。像佛陀，像妥帅菩萨，哦，来投身的时候呢，一个地震咯，所以看哦，如果你今天哦你来投身了，嘣一下哦，哇不得了，你这个人是普通不是普通人了咯。OK， 这个就是第三个点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菩萨入母胎的时候会有大地震哦 ，OK。
然后呢，第四点是什么？诸比丘持诸佛之长法，菩萨入母胎时，视天子为首父，披而随行四方。披菩萨或菩萨之母，勿令任何人或非人伤害披菩萨即菩萨之母，此乃诸佛之长法。所以呢，这边看到是什么？原来这个菩萨入母胎的时候呢，有四天子，四天子就是说有四个天人，有四个天人呢做他的保镖，为首父就保护他，而随行四方，随行四方，就是说这四天子呢，这个四个天人呢，是为了什么？保护谁呢？保护菩萨本身，或者是他的母亲。为什么要保护呢？勿令任何人或非人伤害披菩萨和菩萨之母，此 乃诸佛之常法。这好像有 bodyguard 这样哦，哦，所以他从天下下来也是要有这个 bodyguard 这样保护他。那时候呢，他们也是要保护他的母亲嘛，因为怕有人啊，任何人或非人啊，那时候呢会伤害他们两个嘛，所以这个也是有这个天人保护的，OK。所以这个天子哦，是天子，他没有讲是谁，他在我们经典里面呢没有讲是谁，OK。所以呢，这个是天子呢在保护这个菩萨哦，然后呢保护他菩萨的母亲哦，顺顺利利给他们两个哦合在一起，然后呢给菩萨进入他母宫哦，这个他是天子的功德也是很好嘛，因为有了他保护，所以没有人可以伤害他，所以他也是有功德的。所以你看啊，从这部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天人哦，他们也是要有功德的，他们也是要有功德的，他们保护这些好的人啊，做好事啊，他们也是有功德的，所以天人也是会行善的。但我们佛教所认识的天人哦，都会做好事啊，都会保护人家，哦，所以他们要功德嘛。OK，这是另外一个诸佛常法。OK，另外一个诸佛常法是什么呢？诸比丘，此诸佛之常法，菩萨入母胎时，菩萨母侧自然持戒，而离煞身，离偷盗，离诸爱欲，离妄语，离饮酒，此乃诸佛之常法。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很清楚了咯。所以那一天呢，当菩萨要入母胎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很自然的，那时候呢，他自然持五戒的，在这边是五戒来的。他不杀生的那天，他不偷盗，他离诸爱欲的，离妄语，离饮酒，此乃诸佛之常法。OK，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有戒的。所以呢，在这边呢，在这边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将要怀孕的时候哦，那时候看我们呢有没有这个道德的，有关系到的，有关系到的。如果我们有道德的话哦，我们当天有道德的话哦，那些邪恶的他不会来投生的。我们招的那些众生来投生哦，都是有道德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哦，如果我们没有戒的哦，我们乱来的哦，所以我们招感那些不好的那些众生来投生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有看到，因为佛陀菩萨本身是一个上人来的嘛。上人来的嘛，所以他很自然的，他那个业哦，会牵引他去投生那个人，投生在那个母亲的胎哦，那个人也是要有道德的。如果他是有道德的，然后他母亲没有道德，他不会去投生的。这是我认为啦，在我们的这个南传的说法里面是有的。我们是招感嘛，我们是招感，我们现在是起恶哦，我们招感的都是恶的。如果我们起善哦，我们的心啊，我们身口意行为是善的，我们招感的都是善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来的。以前我没有学佛，我的身口意行为是没有道德的，所以我招感的那些朋友全部都是猪朋狗友来的。然后比如说我喜欢赌博，我就会遇到这赌博的人的，喝酒的都是喝酒的。钓鱼的，我以前也是喜欢钓鱼的啊，我就是有那种人来找我去钓鱼的，这个就是招感，叫做招感。那吸烟的也是去，你也会招感到那些吸烟的那些朋友来跟你接近做朋友的，就很奇怪的。那自从我学了佛以后哦，
这些那些放五戒的人就没有了，很自然的就不会找我了，啊，所以我现在如果有戒的话，我招感的那些人也是有戒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是一起学佛的哈，我们一起有受戒啊，一起有布施啊，一起有禅修啦、啊，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人的，很奇怪的。现在像我这样本身哦，我不搞迷信的，我不搞迷信的东西的，我也不喜欢搞宗教仪式，这个种种的那些宗教仪式啊，比如说冲化水啊、感应啊、出那个神智啊、把 echo 啊，或者是感应啊，还是汪些啊，种种啊，或者是卖佛牌啊、搞佛牌的啊、搞挡盖的啊、搞那个绳子绑手的啊。我不玩这套的，所以没有这些的，没有这样的人会来找我的，他们不来找我的，很奇怪的，来找我的人啊，他们都是要法的，要修行的，要持戒的，要布施的啊，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教导的，我走的这条道路就是这样，所以那些佛友来的都是跟着我一样的，就很奇怪的哦，所以不由得你不信哦，不由得你不信哦。如果你喜欢，比如说，如果是你喜欢讲人家是非的哦，你比如说那你很喜欢讲人家是非，你会有这样的人跟找你的讲是非的，这很奇怪的，所以叫做招感，所以现在看你咯，看你们讲咯，如果你们喜欢不修行的，你们也不会修行的，那些人来找你不会修行的。啊，你喜欢去 shopping 的，你喜欢 enjoy 的，就是有这样的人会来找你去的，啊，就是很奇怪的，所以不由得你不信咯。所以你希望说以后哦，比如说啊，你们不要解脱的嘛，对不对？你们想要走这个凡夫的路的嘛，你们要结婚生子的，你希望说你的下一代你要招感到很好的儿女来出生，你本身要有戒心咯，你本身要行善咯。你本身要行善，你要有道德咯，那么你自然你怀的胎哦，就是他们，你就会交感到这种的众生来做你的儿女的，很奇怪的，讲不通的啦，哦，所以从很多经典里面呢、哦，我慢慢领悟到这些道理哦，所以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OK，所以以后我们养到的儿女啊，如果不孝啊、乱来啊，你先问问你自己你。你怀孕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要怀孕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也是没有道德的人，很喜欢骂人的。所以如果你是怀孕的时候，你是喜欢喝酒的，那以后你的儿女就喜欢喝酒的，可能是这样啊，赌博的。你喜欢赌博的，那你怀孕的时候，以后你儿女也是喜欢赌博的，因为你招感这些人众生来，这些众根根喜欢这样的，你不是招感他来了？所以你不希望说以后啊，你的儿女呀、啊。哦，要乖乖会懂得修行，要有智慧，你自己本身要去做那个业哦，去本身做那个业，你才会有那个果报的。OK，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到是什么？菩萨哦，他入母胎的时候哦，他母亲自然会有戒的，因为菩萨本身都已经是一个德行圆满的人，他已经很有道德的人了，所以肯定的他母亲也是自然会有这个道德，所以他才会去投生的。OK，现在呢，另外一点是什么呢？诸比丘，此诸佛之常法。菩萨入母胎时，啊，菩萨母对于诸男子心不生爱意，又菩萨母亦不能被有忌，然心之男子所亦然，此乃诸佛之常法。啊，这个就是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他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哦，在入他在菩萨要来做他儿子的时候哦，他的母亲呢本身对那些男子呢，他已经没有产生那种邪念了的。他不会啊，而且那些男人哦，对方哦，那些男子看到他母亲也不会起那个邪念啊，不好的念头了，不会说会侵犯他的，而且他母亲哦，那个时候呢，他根本追提他的那些男子哦，已经没有那种邪念了的，所以他的心已经很 pure 了的，OK，所以他已经很清楚了，他的心啊不会乱乱来的，因为他菩萨本身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的嘛。所以他母亲自然会被他影响的。如果你们有再看其他的典故哦，比如说舍利弗母亲哦，他还没有怀孕舍利弗的时候，他母亲也是不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的，也是愚痴众的。
但是很奇怪哦，那个舍利弗哦，舍利弗是很有智慧的。当他去投身在他的母胎的时候，他母亲突然间很有智慧了哦。你看，胎儿哦，我们的下一代哦，如果会影响我们本身的嘞，会影响我们本身的那个磁场的嘞。所以突然间，舍利弗母亲哇，变到这么有智慧的人了。以前不是，因为舍利弗本身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的嘛，所以他也是会影响的。所以你的怀的胎哦，很重要的嘞。还有很多典故，关于这个怀胎的我不讲了，等一下我这个课我就讲不完。很多故事啊，我认识很多佛教故事，很好听的，没有机会，没有时间讲今天。所以呢，在这边你看到哦，佛陀哦，他母亲哦怀他的时候哦，他不会没有邪念的，对男子没有邪念，那些男人哦看到他也不会起邪念，这个是诸佛之常法，所以他母亲是很特别的一个人。OK，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说，诸比丘，此诸佛之常法，菩萨入母胎时，菩萨母得五欲乐，即被记住五欲乐，而至饶乐之，此乃诸佛之常法。这边五欲乐哦，在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说法是什么呢？他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声音，鼻子嗅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食物，然后身体所触到的目标，都是很给他很舒服的。所以佛陀这个菩萨入母胎时候，他尤其是他的母亲菩萨母哦，他会得到这个五种意乐，就是说他看的哦，他眼睛一张开哦都是 OK 的，他会看到不好的，都是看到他很舒服的，眼睛一看的东西全部都是很舒服的，然后他听到的声音哦，他耳朵听到声音都是给他很舒服的，不会给他烦恼的，OK。然后呢，他鼻孔哦，他鼻子啊嗅到的味道哦，不会嗅到臭味的。他嗅的味道都是很给他很清爽的那种感觉的，他不好像我们会嗅到很多臭味的，有时，我们业不好嘛，但是佛陀母亲那时候他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然后他吃的食物哦都是给他吃的很舒服的，然后呢他身体触哦，就是说他坐啦，不管他去到哪里呀，他就给他身体哦整个身体很舒服的，所以叫做五欲乐嘛。五欲乐嘛，这个也是一个他的善业好不呢？他母亲其实他的善业很好的，等一下我再跟你讲为什么他会来这边做他母亲。所以这个就是佛有的佛菩萨哦，在佛陀菩萨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呢，他母亲呢，他很舒服的，他的生活过得很舒服啊。这个就是诸佛之常法，OK。那么呢，这个更好咯，你再看咯。诸比丘，此诸佛之常法，菩萨入母胎时，菩萨母不生任何疾病，菩萨母安乐而身无疲倦，又在菩萨胎之菩萨，其大小自体诸根具足胡切，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哟、哦。所以他在怀这个菩萨的时候，他母亲不会生病的。而且也不会感觉疲倦的，很安乐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怀胎的时候是怎样的啦。OK，如果你怀胎的时候哦，你没有问题的啦，给你很舒服的啦，就证明说你这个儿子哦，他不是你的冤亲债主来的。如果是报恩的哦，更好。如果你怀到你的那个胎哦，你的儿子是报恩哦，哇，他真的是很给你舒服的，他会报恩哦，他会给你。所以我们应该也是有听说很多。很多做母亲的怀了这个胎，哇，突然间中马票哦，一直中马票，哇，生意就好起来了哦。这样的儿子是来报恩的咯，所以你应该要很法喜哦。有一些讨债的你就逮我咯，如果是讨债的你就痛苦咯。你一怀胎你一直生病的，一直给你生病的，就是说你跟那个胎哦有问题哦。不是来报恩，不是来感恩的，是来讨债的，是很危险的。所以佛陀在这边讲哦，他母亲不生病的，很安乐的，也不疲倦的。那么那个菩萨在胎里面的时候哦，他的大小具体诸根具足胡切的，所以他六根完完全全具足的，圆满的他的肉体哦。就好像什么犹如清净殊胜纯粹罢免细磨明镜光耀，
具备一切相好之毗琉璃宝珠，啊，他的这个尸体哦，这个菩萨这个胎哦，菩萨那时候在子宫里面，他是一个胎嘛，那时候呢，他那个胎哦，就好像什么毗琉璃宝珠啊，哦，很舒很好看的，很光耀的哦。既言者自于手上，上观察此青色、白色、薄黄色悉所穿贯。所以，如果你那粒宝珠毗琉璃宝珠，如果你有眼睛的话，你放在手上，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它的颜色：青色、白色、薄黄色，哦，美美丽丽的一粒毗琉璃宝珠。毗琉璃宝珠，老实讲啊，我是没有看过啦，我可能没有这个福报去看这个宝珠啦。但是在经典里面是说，形容它像一个宝珠这样，非常的美，哦。所以讲美啊，清净殊胜，纯粹八面细膜，明净光耀，具备一切相好之毗琉璃宝珠。这个它是在形容这个佛陀的啊菩萨这个胎呢嘛，OK。所以呢，如是菩萨入母胎时，菩萨母不生任何疾病，菩萨母安乐而身体无疲倦。又在母胎之菩萨，其大小具体诸恒诸根恒具足无缺，此乃诸佛之常法，OK。所以这个你自己看哦，有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那些，现在哦，现在怀孕的时候哦，他们都可以照出来了吗？X-ray 都可以照出来了吗？所以有一些照出来哦，哟，里面已经产气了哦，有一些那个 fetus 哦，那个 baby 啊，胎哦，在母胎里哦，照出来哦，产气了哦，哇，惨哦，不知道要怎么好，如果没有学佛的人，不是打掉咯？所以这个就是业哦，他在那个业不好来投生哦，他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他已经变成很可怜呐、啊，这样的比这样的胎儿哦，在母胎里，所以做父母亲的也是很苦。以前不能照哦，生出来的时候啊才看到，现在有那个 technology 哦，可以照出来哦，还没有生出来去照了哦，所以他们就看到 OK 咯，圆满了，记住了哦，他们就给他生出来哦。那些没有佛法的人哦，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哦，照到了哇！惨哦，歪了哦，他的手脚又歪了哦，怎么办哦？不知道啦，我们学佛的人就没有办法了，就面对了，就要把它生出来。如果你去堕胎也是杀生的，在我们的佛法里面呢、啊，如果堕胎了都是杀生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原理。你有了解佛法的，你不敢去做这个恶业了，去杀生，杀了一个众生的生命。OK，所以这个只是跟大家讲了，所以佛修行就是很重要咯，修行行善很重要的哦。他以后给我们来做人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哦，诸根具足无缺咯，像我们目前这样咯，哦，出生了就 OK 咯。现在更危险咯，现在更危险咯，因为有那个科技嘛，我们不用出来了。如果我们的业不好啦，在母胎里已经开始出问题、缺陷的时候，我们不用出来人间了。父母亲一定把我们弄掉的，我们又要投生了咯，要找另外一个生了咯。所以现在可怕，现在，OK，现在这边讲什么？诸比丘，此诸佛之常法，菩萨之诞生七日后。菩萨母莫而生于妥帅天，此乃诸佛之常法。啊，这个是很肯定了的。菩萨母亲生他了哦，他七天后他就要往生了的。但是他往生了以后哦，他不会去哪里，他还是回去妥帅天。所以现在还在妥帅天，OK。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我跟你们讲的菩萨的这个点点滴滴哦，你有机会你去妥帅天去见他的母亲。问他看怎样咯，他最清楚了嘛，因为他是生母嘛，对吗？所以呢，他七天后他就走了，因为什么啊？这个菩萨哦，他的母亲呢，那一生哦，是代愿来投生做菩萨的母亲的，这是他的一个愿来的，知道吗？当时这个苏梅多，他在燃灯佛。啊，发愿要成佛的时候呢，旁边有很多人的嘛，是吗？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你随便去做一个供养哦，你旁边会有很多人的，你知道吗？所以呢，当这有一个女孩子哦，她当时听到这个 Sumedho，当时是佛陀也不叫菩萨，你知道吗？
他是普通的一个人，他只是很相信佛陀，所以他做了一个布施，他发愿说要成佛。他跟那个燃灯佛讲的时候，讲他这个愿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女孩子听到哦，哇，他要成佛嘞，哇，很好啊。那么我以后我就尊他做他的母亲咯，生他母亲咯，啊，他就发这个愿咯，他就发了个这个愿，所以他就是那一生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哦，他就是专门来做人，只是等着来怀胎的，就是来生菩萨的。所以为什么他七天一定要离开这个人间？因为呢，他不可以再怀第二胎了，啊。他不能不可以了，他是大愿来做人的，那一生他是大愿来做人的，所以他生了太子以后哦，七天他就走了咯。而且他死了，他不是去哪里吗？他剃头率天嘛，所以我时常讲了嘛，我时常讲，我们如果一直有行善的话哦，有行善的话哦，我们什么时候走呢？也不是很悲伤的东，也不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来的，not sad 啊，not so sad。因为我们死了，我们去天堂嘛，我们去天界，我们去善道，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所以我一直要鼓励你们，一直要修行啊，行善啊，哦，然后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不用，也不需要去悲伤什么啊，最重要是说我们死，我们本身死了，我们要去哪里，那个才重要嘛。那我们后裔哦，我们的子孙他哭，给他哭啊，没有办法的嘛。凡夫嘛，对吗？他们都舍不得我们离开，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去哪里投生嘛，所以我们自己先筹备本钱了嘛，我们就死了，不是天界咯。所以七天后生一个孩子死了啊，去投帅天，也没有什么很悲伤的事情嘛，对吗？最重要他死了，他去天界嘛，那个才是重要嘛。那死了哦，如果去恶道啊，哎呦！你活到100岁都没用啊！如果你活到100岁，你死我。如果我们活到100岁啦，我们死啦，我们下恶道啦，那真是冤枉哦。我现在50多岁，我现在死去天堂，我也大了嘛，你值得吗？对吗？那我给我活到100岁啊，我没有行善啊，每天都一直在累积这个恶业，恶业你知道吗？多活一天，你累积多一天的恶业，可怕，你知道吗？那个恶业的力量。很可怕的，你活多一天，你累积多一天的那个业哦，不好的哦，很可怕的嘞，越来越重了那个业。那我们有佛法还好啦，多活一天就好啦，多累积一天的善业嘛。所以现在我懂这个道理，死对我来说是不是很怕的东西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什么的每天，所以死了啊，看呐，看呐，我们最少我们的心哦，不会说很恐慌啦。我们心里边，我们像我们出家人修行哦，我们心里面已经很准备了，很准备，随时我们都会走了，我们已经很准备了。所以你们在家人哦，也是要这样，随时要准备。我看你们也是没有时间的啦，要做工，要忙，哪会想到说明天我会怎样怎样，对吧？所以这个是菩萨，他母亲是大愿来投生，他特别来生，他是做他母亲生了，他就要走了的。因为他的子宫哦，不能他的子宫不能再怀第二胎了的，所以这个只是跟大家讲哦，为什么哦，菩萨母亲哦会来做他母亲？因为之前哦那个燃灯佛已经给他受记的时候哦，他已经跟他讲了，你母亲是谁谁谁，已经跟他讲清楚了，所以这个业哦，这个业就牵引到一起，在那个时候投生，所以呢还有很多佛陀的弟子哦。佛陀弟子啊，像佛陀大弟子啊，佛陀的很多跟佛陀可以当时遇到佛陀的那些人呐、啊，又接受他的教法，然后又修行又解脱，这些哦，就是过去一直有跟佛陀在一起的。那么，如果你们有看这个本生经哦，我们佛教啊，南传佛教有一本经叫本生经哦，你会看到哦，很多很多事哦，舍利弗啊、目犍连啊、阿难陀啊，哦，包括他的太太哦。叫什么名字了？苏多达那是吗？苏多达那，很多事都跟着他一起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他们也是跟他一起的，一直修，一直修的，修到最后这一帮人全部哦觉悟了哦，佛陀一成为悉达多太子成为佛陀的时候，那一帮人就是那一堆啊，全部都一起解脱。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我们叫做共业啦，我们叫做共业，共业。所以这个业有关系的，共业很重要的。现在我在讲课哦，我在讲课哇，你像百多人哦，百多人哦，哦在听我讲课哦。所以现在我们在累积的这个共业哦，很重要的嘞。哦，以后啊，可能呢、啊，你们其中有一个有正法哦。你们其中一个一定会未来一定会有正法的、哦，那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缘了嘛，所以你讲的正法，哎，我都会接触到，我会有那个缘分听到你讲课，就好像现在这一世哦，可能你们过去是跟我有一个很好的缘，我们一起在这个修学佛法方面、闻正法方面哦，有那个缘在那边，过去我们曾经有那个缘，所以我现在一开播、哦，你们都有那个缘，所以你们哦就跟我的法很相应哦。如果你能跟我的法很相应哦，就是说我们过去曾经，就是说我们一起在修这个正法的，哦，以后呢，可能在未来世哦，可能轮到你了，轮到你哦，那么轮到你呀、啊、讲正法的时候，因为我们跟你有缘嘛，所以百多个人现在一起哦，现在哎，一般的人都听闻到正法，所以这个缘很重要的咯，我们华人也是很强调这个缘分的嘛，对吗？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知道，所以呢，人家行善哦，我告诉你，人家有人行善啊，我们要礼遇他们啊，要搀他们哦，真的，我鼓励你们大家，你看到你的亲戚朋友啊，谁都好啦，哦，看到人家有行善有修行的，你要去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吗？你要搀他在一起，因为这个业很重要的，你不会遇到恶的人的，如果你一直搀恶的人哦，不要修行的哦。要赌博，要喝酒，完蛋了，你的这个缘就完了喽。所以现在很多人，你看，因为有没有这个好的缘啊，所以有人招他去玩赌博啊、喝酒这些喽。以前我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我做的这件善事哦，很多来都是要修行的。啊，你看我开直播的时候，我以为没有什么人，才几个，哎，OK，我一开播，哎，还是有。哦，所以就是我有那个缘呐，OK，所以这个就是跟你讲咯，这个有关系到咯，关系到我们未来世咯。所以佛陀为什么在吉祥经里面有讲到一句话，第一个吉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远离愚痴者，亲近善知识，此事真吉祥。这个已经是很明显了的，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我们华人讲这句话，但是在吉祥经里面第一句话，你一定要远离愚痴者。亲近善知识，此事真吉祥。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佛陀就是因为有遇到他的母亲，是因为他母亲也会遇到佛陀，就是当时这个舍梅洛发那个愿要成佛，旁边的人一听到罢了，跟着他一起发愿。舍利佛要发愿成为他的大弟子，目犍连发愿要成为他的二弟子，这样。阿难陀呢，要发愿成为他的侍者。所以那个烟就牵引到他们在一起了，OK，所以你这个只是跟大家分享，OK，所以呢，哇，要11点了哦，讲不完了咯，惨了。诸比丘，此诸佛之，你如果你们累了哦，你们要睡觉去睡觉了哦，因为你明天没有上班嘛，我想哦，卫斋节嘛，我讲到11点，11点我才停，现在还有2个字，OK，我尽量讲。诸比丘，此诸佛之常法，其他妇女怀胎或9月或10月而生产，菩萨母不如是生菩萨，菩萨母怀胎10月而生菩萨，此乃诸佛之常法。啊，这边就很清楚了。准准10个月才生产的，准准10个月哦，菩萨才出生的。OK，其他的那些妇女怀胎是9月或者是10月。我不知道啊，现在目前应该是很多都9个月多吧，要10个月现在应该是很少了。现在很多哦，都不到10个月就把它剖腹了，去开动手术把它拿出来了，这个好像不自然的生产了，不知道了，现在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哦，佛陀啊在胎里面准准10个月才生出来的。怀胎10月而生菩萨，OK，这是诸佛之常法。
我也不知道我母亲怀胎多久才把我生出来，我也不知道在肚子里面多久，呵呵，我不知道，我没有问。OK，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一点哦。那么呢，这边是什么？诸比丘，此诸佛之常法，其他妇女或作后卧而生产，菩萨母不如是生菩萨，菩萨母力而生菩萨，此乃诸佛之常法。啊，这边就很特别了咯。OK，所以在生菩萨的时候，是母亲是占座而生他出来的。一般上我们母亲生我们是坐啊还是卧嘛，对吗？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典故的话，你看摩耶夫人哦，她去到那个蓝毗里园的时候，当时呢她想要回故乡的哦，她从迦毗罗卫国要回去她的母亲的家里生的，因为这是印度的风俗，印度的风俗哦。他们做妇女的、哦、要生儿女的话，他一定要回娘家的，要回他自己母亲的家里生的，这是他们的风俗。所以当时这个摩耶夫人哦，她也是知道她要生产了，时间要到了，所以她就那一天准备回故乡，从迦毗罗卫国回她的母亲的故乡。那么呢，在经过半路的时候，刚好经过这个蓝毗里园。那时呢，那个花园非常的美丽，不是像我们今天看的那个蓝毗里园。现在的蓝毗里园不好看的，只是环境比较宁静罢了。佛陀时代呢，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花园来的，而且呢，听说啦，当时啊，传说啊，当时那时候的那个花哦，自然开得非常的茂盛。所以，因为他母亲呢，坐在那个台轿啊，以前没有汽车啦，没有车的，以前是坐台轿回娘家的。所以到了蓝毗里园，他母亲坐得很累了，他想要出来休息嘛。他看到蓝毗里园这么美丽，他想要休息一下。所以他因为怀孕嘛，他要坐嘛，要坐的时候他要握那只树枝啊，要握住树枝。他坐台轿还没有，他握住那只树枝的时候，那菩萨就生出来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没有清楚说佛陀啊，这菩萨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普通人就从母亲的小便出来呢？啊，在这边经典我们就没有清楚了。但是呢，以我们普通的基本常识，我们说 common sense 哦，common sense。从这边我们看的是什么？应该是跟我们一样咯，是从母亲的那个阴道出来咯，对吧？因为占座也可以生孩子的嘛，对不对？但是呢，现在的那些传说，传道是什么？传道它是从母亲的右穴而出哦。这个就太神话了，我自己都不能接受咯。因为我们的右穴是吗？你们懂吗？什么叫右穴？就是我们暗壁啊，暗壁，英文叫暗壁那边都没有洞给人出来。因为那个菩萨他本身在母胎里面10个月已经是人的肉体来的嘛，对啊，已经是人的肉体来的。那人的肉体就是要像我们这样，哦，从母亲的阴道出来的嘛。不可能从暗壁那边出来的吗？那个没有逻辑吗？那个太神话了，讲不通了，所以我不相信的了。那个就是被印度教影响的。印度教是什么呢？那些高级的人，就是王族的人呢，他们就是从大梵天王的那个右穴暗壁哦，英文讲暗壁那边生出来的，所以他们变成被印度教的思想影响，所以写这部这个故事的人呢。应该是印度教徒来的，所以没有看这个原始教典，就随便写，右穴而出嘛。你们应该也是有听过，菩萨从母亲的右穴而出，不可能的嘛，因为他本身都已经成型了，一个肉体活生生的一个人的肉体在那边，怎么会从右穴而出呢？右穴都没有动的嘛，想都知道啦，对吗？所以在这边呢，他因为这些是比较敏感的东西，所以经典也不会跟我们讲的嘛，对吗？只是说佛。母亲占座的时候，他就生出来了咯，啊，对吗？大家应该是可以接受吗？如果你说暗壁出来，那个太神话了，我自己本身也不接受，所以这个就是很奇怪咯。好，所以你生你的儿，你看是占座还是坐还是卧座？如果你占座生他，你儿女出来就很特别，那个孩子应该是很特别的一个孩子咯，OK。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呐，给大家知道哦。我今天要就破除你们对这个佛陀出生的那些点点滴滴哦，我们之前以前相信的全部都不对的，而且也不知道谁写出来的那些故事哦，我也找不到那作者乱乱写。然后呢，菩萨出生了哦，诸比丘此诸佛之长法，菩萨处理母胎时，先诸神承受披，而后诸人承受披，此乃诸佛之长法。啊，这边我们就看到有什么？你菩萨处理母胎的时候哦，有天人在承受他，那就是借他，知道吗？因为母亲站着，对不对？然后 baby 出来了嘛，如果没有人去借他，不是整个人蹦下来，不是摔了的，说受伤怎么没有？是有天人去把他扶住。扶住那个小小婴儿，菩萨出生了，离开母胎的时候，他就有天人去扶住他。那么呢，他就将那个 baby 哦交给人，啊，才把那个 baby 哦交给旁边的人，啊，这个是比较有逻辑啦，比较有逻辑啦，可以接受啦，也不是很神话啦，神话就是说天人去接啦，那个是有点神话，但是经典就是这样讲啦。哦，经典就是有这样讲，神去做承受那个 baby，没有给他直接掉到那个地上，过后呢，他就将那个 baby 交回给人，就这样罢了。OK，所以呢，诸比丘，此诸佛之长法，菩萨处理母胎时，菩萨不触地，啊，是天子承啊戒尘披，利以母亲业，王妃应喜之。一生所生之是大威力者，此乃诸佛之常法。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了咯。所有的菩萨离开母胎了以后呢，他没有触地，脚步触地，为什么呢？因为有四个天子在借助他，在捧住他哦，在借助他。所以他借了这个四个天人借了这个菩萨了以后呢，他就站在他的母亲跟他的母亲说：“王妃，你应该法喜，你应该很高兴，你的这个儿子哦，一生所生子是大威力者，啊，他就是大威力者，很有势力的人，很有威力的人呐。OK，这个是天人跟他母亲讲，OK，天人跟他母亲讲，不是太子讲，OK，是天人跟他母亲讲。”所以你要知道是不是这样呢？你以后你去斗率天去找他母亲问看是不是这样，OK？我只是在经典里面跟你讲是这样，OK？哇，11点了，怎么办？我看他有多少，改次聊了。还有四个我暂时不讲了，四个我暂时不讲了，讲下去11点半，OK，我暂时停在这边，我会接的，你放心啊，你放心，等下，OK 啦，今晚讲到这边了，11点了，我也不能再讲太晚了，等下被人家骂死了，出家人讲到这么晚。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大约知道说这个菩萨出生的点点滴滴哦，最少给你们有一个概念啦，OK。所以呢，以后呢你所认识的那些你就知道对与错，不用紧的啦，听听就好了啦，OK。反正给你多一些认识，因为我今晚跟你们分享的哦，一直以来没有人讲的，一直以来没有讲的，OK。所以只是给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对于我们菩萨是怎样的？OK，他的出生啊是怎样的？OK，所以因为呢，明天哦，明天是卫塞节嘛，对吗？所以呢，明天哦，因为有很多直播啊，我一直看到有很多通告出来，早上又有，中午又有，晚上又有，哎呦，我想我明天我不要开播，OK，所以剩下的我会开播跟你们讲，还有那个关于那个地震的8个地震。啊，因为我现在如果有讲的话，可能还要半小时，然后我又接咯，接那个地震的咯，关讲地震的东西咯，所以好像有很多故事听的，你们慢慢等，你们慢慢等，不用急，有的是时间。
因为你一直听也没有用的，然后你一直听法，一直听法，呵呵，险哦！有时要你们要静坐，懂吗？你不要一直听法，你听了你不静坐不可以的，你要静坐的，OK？所以我没有开播的时候啊，晚上啊，哦，你不要就东看西看，你们要静坐。我就是有时不要开播，我自己要多一些时间静坐，OK？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OK？时间宝贵啊，现在，对吗？多一天修，我们多一天得嘛，功德，OK？所以现在我们来回向，画面 OK 吗？好，我们一起诵念哦。伊达咪达曼萨瓦南阿萨瓦开呀瓦汉霍多，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伊达咪悉啦玛嘎巴拉雅那萨巴扎哟霍多，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智慧。伊达咪布娘利巴那萨巴扎哟霍多。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伊咪那布尼亚伽咪那玛呗巴拉萨玛嘎波萨旦萨玛嘎波诃多亚瓦底巴那巴底亚，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令我永远不遇愚之人、常遇善知识，直到体证涅槃。伊玛那布尼亚巴冈萨巴萨达那迭玛。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萨别萨达苏毗吽哆，令一切众生常住以安乐。伊达咪耶帝喃呼哆苏毗达吽哆耶达哟，伊达那耶帝喃呼哆苏毗达吽哆耶达哟，伊达波耶帝喃呼哆苏毗达吽哆耶达哟，伊达瓦达迦阿咪耶三巴旦布尼亚三巴旦。萨比迪瓦萨比萨达萨比布达阿耨多罗三藐萨巴三巴谛悉提呀，以此获得即累积的功德，回向以父母亲属、往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生物，愿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愿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萨度萨度萨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礼敬三宝、父母和导师。伊玛呀达玛奴达玛巴帝巴帝呀，摩诃婆揭谛，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奴达玛巴帝巴帝呀，达玛婆揭谛。礼敬达摩，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奴达玛巴帝巴帝呀，三堪波揭谛。礼敬僧伽，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奴达玛巴帝巴帝呀，玛达比多那波揭谛。礼敬父母，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那达玛巴帝巴帝呀，阿迦利亚那波揭谛。礼敬导师，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好，接下来呢，曼蒂来祝福你们大家。萨贝迪欧维瓦赞多萨巴罗格维那萨多玛帝巴瓦万达拉哟，苏毗迪迦尤格巴瓦阿毗瓦达那悉迪萨尼章波达巴扎伊诺萨达罗达玛瓦丹迪阿尤万诺苏康巴拉巴瓦多萨巴曼嘎朗拉堪多萨巴迪瓦达。萨巴布达诺巴维那萨达舍提巴万多帝巴瓦多萨巴曼嘎朗拉堪多萨巴迪瓦达萨巴达曼诺巴维那萨达舍提巴万多帝巴瓦多萨巴曼嘎朗拉堪多萨巴迪瓦达萨巴三卡努。
Pavinasadasati Pavantode. Sadhu，Sadhu，Sadhu。好了，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现在就下播了，OK。在此，我先感恩大家百多位的人数，虽然少了一点，不用紧。好，感恩大家今晚给我这个机会哦，做这个弘法利生这个善业啦，OK。也趁这个机会呢，这个未赛节之前，我可以做一些善事，OK。在此我先祝福大家哦，因为你们的这个功德哦。让你们的功德可以让你们得到健康吉祥，我也先祝福大家明天哦，未赛节快乐。那么我下一个播呢，我就还没有决定，哦，我不喜欢很早很早就跟你说啊，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东西，我一直以来我的 bad 是这样的，因为我答应了以后我怕我做不到，哦，所以如果我会有开播的话呢，我都会提早给你们通知，所以你们有一直有跟。有一次专注我的这个面子书，你们就知道我有开播还是没有开播。我没有通告出来就没有开播，但是呢，如果我没有开播的话哦，我的面子书呢也是不会空的。我会分享其他的一些比较跟佛法有关系的一些文章啊，或者是其他师父讲的经啊，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也是有听的。如果我听到好的，我都会分享出来。如果你们要，你们就听了，OK。所以在此我就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大家保重啊！